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道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好，我们各位佛友们啊，来自这个全世界的佛友们，还有心法门的弟子啊，大家晚上好。那师父呢，跟大家呢，今天啊讲一些白话佛法。真正的修心不是追求外相，是修你的内心。你内心得到了，你外相一定得到。你的内心得不到宽容包容，得不到幸福，你的外相一定是凶狠冷漠。所以很多人比较冷漠，实际上他内心因为没有啊想通，所以他没有守相戒。你们知道相都有戒的呀，对不对呀？看见不应该看的事情，你不能脸上出特别兴趣，对不对呀？一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了之后脸色表一种喜悦，那你就错了。守戒的人要明白啊，心不为相动啊，心不为戒动，就是守戒了都没感觉自己在守戒。就像你们开车在红灯面前你停下来，你谁会觉得我在守戒？红灯居然我停下来我不走了，你试试看呢，你走走看呢啊。一，我们非念即念修，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念头啊，念头才会真正的修啊。非念啊，就是非常的非念，即就是积极的念修，也就是说你没有念头你才能积极的在念，有这个不在修啊。你有念头你怎么修你的念头啊？啊，所以非心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一边有念头一边想修，那你并不是在心中守戒，也不是正道。正道就是让你们放下看破啊，无牵无挂，无挂碍，心无挂碍。那么心不在相，就是没有心相。他说这个人有没有心相，真心真正的啊修心的人是心无挂碍。我没有来用这个心来修，而有些人说我要用一个虔诚的心来修我心，实际上你这个虔诚就是因为你不虔诚，所以你才想用自己一颗虔诚的心来修这个心。大家听得懂吗？啊，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虔诚了，你说我要用一颗非常虔诚的心来修吗？对不对啊？你说你今天是个好人，你用不着对别人表达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好人，你用不着走到人家人群当中，各位好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记住了，一个人善和道德他
它都有标准的。什么叫善？没有自己对别人的贪心，这个才叫善。你今天贪不贪啊？贪了之后你会善吗？你今天对别人恶了，很恨别人了，你这个人叫善人吗？在过去人家说假善人就这么善出来的啊。那么什么叫功德啊？你道德有没有标准呢？你跟人家争，跟人家闹，跟人家吵，你这个人有道德吗？没有德呀。所以人家说没有德这个字，没有不就是叫欠缺吗？那么缺德就这么来的呀。人家为什么你这个人缺德啊？因为你没有道德啊。你缺家具，家具对不对啊？那你缺少道德啊，那么缺德就这么来的。所以要舍心修行，也就是说当你修行的时候，你要很自然的，不要觉得我在修行，你已经在修行了，你们已经是个好孩子了，你们已经会念经了，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人家我是修行人啊？你已经在做善事了，你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我是个善良人啊？这就是我们说学佛应该在守戒当中啊。所以一个人讲到底守也是不容易的，想守戒想舍都是不容易。舍是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这样东西你自己拥有的，你就不肯拿去，不肯拿出来。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你不肯舍去，你就会拥有这个毛病。你今天喜欢讲人家不好，你不肯舍去，你这天天讲人家不好，最后就是个恶人啊。所以修心修到后来，怎么样能够成道，怎么样能够得道，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心。所以很多人连基本的做人的道德都没有，品质好，你已经在人间的地狱果道当中了。你们想一想啊，人是不是这样？你骂他，他骂你，你恨他，他恨你。你恨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痛苦？对，那么在地府。那么他骂你的时候，你生气，你是不是在地府了？那你现在在地府进，地府出。那么地府把你一判，你就到地狱了呀。所以一个人一念佛，一念魔。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不要天天拿念佛经的书说着拜佛的话，但是犯下了很多口业，自己的佛心佛德有漏啊。所以真正的舍，自我都要舍去。没有自我，有什么自我的？我有什么啊？所以要面子的人就执着。师父经常有意批评你们，当了很多的面，很多人的面，我批评你们，就是要你们放下呀。你做错了，你不应该接受批评吗？你批评了之后，你脸红了，说明你没有放下，你还有执着。功高我慢，首先要认清自我，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好人还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还是属于一个坏人，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掂量啊。在心中不要去跟人家计较，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实际上任何的斤斤计较都会造成因果。只有理解他人才能善解因果，只有别人承担
你才能离开恶念、恶语、诽谤和逆境。你去想想看，帮助别人，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谁来诽谤你？你今天离开了恶念、恶意，那么你成的那是善因果呀，而这些善因果跟它相应的，就是别人来爱你，别人来帮助你，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不要这个人做的对，这个人做的错，看问题，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先有一个是和非。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的，这个人我告诉你没有一句话是对的，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这个人很讨厌，你觉得他二十四小时都讨厌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宽恕别人，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啊，因为你对人家的不公正，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因为你看错别人，人家当然会说你这个人很没有礼貌，很没有文化，你这个人有嗔恨心，有嫉妒心，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才会产生。听懂吗？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啊，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穿得很整洁，但是他的心不整不清净啊。所以皈依正道是什么？实际上把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凡是正的事情就去做，凡是不动不正的东西，你心念动了犯戒啊。你要时刻在自己的心当中要守戒，因为你心中戒了，你才不会去不认识自己。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到超市去买东西，你很守戒，你从来没想过我要拿一样东西不付钱。师父跟你们做个比方好吗？你如果今天买东西的，你有一样东西，你今天只要心里想着你不想付这个钱，你接下来人多难受，手发抖，出冷汗，左右看，然后走到门口这种自动的那种机器，你会很害怕的，你会害怕看到你的劣行。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你的心在动了。你今天心不动，你会害怕吗？所以当一个人破戒了之后，他才破掉了自己的人格。守戒的人他就拥有自己应该的善良。所以一个贪心的人有欲望，有欲望的人时间长了他一定会贪心，内心痛苦就是因为贪心和欲望。所以整天的懂得舍，帮助别人，你慢慢的会放下，会看破。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我思维当中脏的东西，那么让这个世界呢和你自己的世界造成了太多的烦恼和欲望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欲望来了，做错事情，我们可以忏悔和愧疚来悔过
但有时候它是一个责任的，有的时候你愧对了别人，不是你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就能化解掉的。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心中会留有永远的痛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啊，啊，要发心发愿对众生好啊！做人本来就具有的高贵的品质一定要有。道德在哪里呀？做人之德呀，尊老爱幼就是一个道德呀，先人后己就是一个道德呀，不打妄语帮助别人就是一个道德。所以人家说你成就你拥有的啊，行之道就是你有品德，你有道德呀。你想想看，有道德的人就不大会烦恼，就远离灾祸呀。你做出来的事情，用现在话讲，都放得到台面上的，你会有凶灾呢？你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放不在台面上，你终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你就得到。所以就是这些问题。所以师父跟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些问题啊？那个。啊，跟大家呢，因为呢，啊，能够现在靠电话教育啊，啊，所以能够跟大家呢多多的啊，在啊这个网上啊电视多接触啊多接触，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懂得佛法的真谛。好，那白话佛法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师父有机会给大家做更多的开示，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如如不动。